接下来有请七号选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号选手李远。今天我可能要退赛，因为我因为一些原因，今天可能不能参加比赛，所以我要退赛。你要退赛？对。为什么要退赛啊？因为今天身体的缘故，我连续发烧两天了，然后嗓子说话现在都疼。哦，没有办法参加比赛。哎呦，这多可惜啊！你说你都来都来了，妆都化上了，服装都装上了，你就不说不唱就不唱。所以我要跟观众朋友们还有节目组先道个歉，对不起大家。哎呀，那行吧，那先送点。那你就是你就在能力范围内，你都来了，就能简单来几句吗？或者怎么样？我可以试一下。啊，那你就试一下吧，好吧？大家给点掌声，好吧？来。世上有朵美丽的花，那是青春吐芳华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再最后再重新问你一次啊！我刚才听你唱的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我再重新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是否选择退赛？我现在。是因为是真的特别特别疼，所以真的特别特别疼。好，那没有办法，我们尊重选手自己的意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各位。好吧，那大家再给最后一个掌声。希望以后病好的节目组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来参加别的地区的比赛。好，那你这说着了，我们唱到北京去，这是第一站，温哥华第一站。我们未来的还有好多站，你也可以继续来到其他的站来参加比赛，好吧？好，非常遗憾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谢谢大家。好吧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哎呦，我这个这听着这好像没，哎，这遗憾。好吧，下一位，有请下一位。